好啊，今日嚟抽一抽呢个27号嘅神粒。咁佢今次啊，我觉得屌冇卵用啊，出埋啲嘢啦，真系冇乜用，我觉得。佢好似冇好多人想要嘅龙个咒天丸，之后又出咗呢个火龙女。我 iPad 嗰度冇开 game set， 咁我费事再开。咁呢个 AC 主要都系想中大魔女嘅啫，即系呢个木魔女。咁我谂我抽18抽啦。呢个细 AC 嚟嘅啫，我睇下咩机率先啦。不过大 AC 嘅都唔抽，因为我大 AC 就系想用呢个蛇骨机，中翻啲 token 都 OK 嘅。不过我细 AC 两抽都未有，我觉得有啲福啊。哇！三抽又即限神，咁迟啲睇下咩重嘅细丝都可以换，有机会换到。OK， 都有够进嘅，但系系咪够进？好似系够进。哇！三条。细 AC 都三条，好恶劣咯！恭喜 token， 不过细 AC 做 token 都冇用。嗯，第二嘢七星，抽咗几多抽？抽七抽，两嘢七星。做十抽，要留翻啲石嚟拆嘢，唔知嘅。OK， 九抽三转，唔系三七星，咁即系33%。咁都玩嘅，但系真系想中木魔女呢啲事。好似唔錯嘅機率，咁抽落嚟。但系我大 AC 就想用蛇骨機。13抽四隻。拉屎四抽，我发觉啲龙刀都几难中，好嘅，六星蟹。喂喂，呢个正，呢个正。拉屎啦！哇，又夹喎！你身有一隻嘅，咁好啊，咁啊多一隻又夹摆入队啊，可以。啊，今日条片就到呢度。